戏，语言不通，还有动作凑。经过一个多月的拍摄，毕业季大家庭的成员们感情日渐升温，片场拍摄气氛也是相当融洽，那乐趣可是少不了。笑点低的秀金一提到搞怪就来了精神，被轮着每天被秀金开玩笑，两人感情是飞速发展了呢。근데항상재밌는것같아요이게약간언어적인부분에서이게약간서로못알아듣는그런재미가있더라고요就可能有的时候会当着他的面可能说一些取笑他的话，但是我们两个笑得很开心，但对方听不懂，然后就这样说。如此孩子气十足的玩法也是在忙中偷闲。六月略显酷热的拍摄环境，赶场拍戏的演员们避暑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而当被问及如何避暑时，担当剧中开心果的秀金又搞怪的开起了玩笑。其实我们집에계세요집에있으면좋은데看来武力秀晶是想家了呢。腾讯娱乐温州报道。